感谢我们的曼达惊不惊喜、我第一次就是双手这么闲、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办。那有没有下次就可以常常来当嘉宾？对，然后、真的很开心，有荣幸能当 Q 的、Q 的嘉宾，因为我们就是算是认识，有一段时间了吧，就是有种那种创团，就是创团开始，然后就一路看着你起飞，什么看着，然后看到车尾，才看着你起飞吧，就是我们其实是多年的连友，加上狼人杀的固定班底。对，真的想不到，就是你长，就是你这种气质的人在那边。就是只有大家玩狼人杀，是那个他是最亢奋的那个啊，对，哎、欸，这样啊，没事，那个在场有会玩狼人杀吗？有吗？睡哦，是揪起来，对，等下直接揪起来好不好？我们等下就是这边好像很多人嘛，对不对？我们就30个狼人这样子，然后10个预言家，好不好？随便杀这样。刚刚那首叫做《喂》，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支持他们的实体专辑。真的非常恭喜他们发片，真的太客气了。然后哎，你有想要稍微介绍一下接下来这首作品吗？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因为我今年出了自己的，就是唯一一首歌，就是 Spotify 上面只有一首我自己的。然后其实本来一开始就是主要就是。就可能会跟别人类似 feature 吧，然后就会出现我的那个 Spotify 页面，那点进去是空的，所以我想说那就做一首歌。这么 free， 这么 chill 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带来这首歌也是我本来没有打算它可能会有演出的可能，但是这么荣幸的可以。所以就把这一次献给我们。对，第一次的演出，希望大家多包涵，谢谢。好赞啊！耶、yeah。